我妈这个盾很有想法，可能是在讲话啦，她在跟队友讲话。那她又做了一个英雄联盟不该做的事，就是讲话。好，对，讲话是只能降低自己的操作的，这是帅告诉大家的道理啊。团战讲不话没有用。那还没有，没大。不，先走，先走，要走，不然大龙没了，不然大龙没了。哇！好，可以，你们可以，他怎么这么猛啊？想看，这个是个 IG 流啊， IG 流就是随性所致的英雄联盟。他想上，那他就上；他想开，那就开、那他就开。逆风怎么办？开团啊！顺风怎么办？开团啊！这个是什么？我、哦、这盘真的打不赢的时候怎么办？打赢啊！哦，可汗站起来了，而且欧拉夫还拿到这个龙啊！哇，可汗可以唱单杀利燕子，好拉风哦，真帅！哇，这个拉夫跟那个禁区在帮Faker补血的。不知道雷兹这版会玩的人太强了。没有，你自己看他这个地方怎么赢的？这个会战最关键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飞可那个时候一个人站在这个位置，他一打二，他直接把他们两个干爆了。不知道这个会战就告诉你雷兹的强了。雷兹就是 ID 不对而已啊。你看他电，你重点是你看 Creed 居然不相信他 ，Creed 直接一个钻洞就逃跑了。Creed 会被杀啊？没有啊，你至少是换的赢的。他你问那个被杀也还好，那个被杀你们会战都赢定了。那他不要被杀，不是赢更多？他你怎么能够预期未来，觉得 Faker 会闪掉全部的技能呢？他知道啊，因为 Faker 没有讲话啊。好，因为 Faker 不讲话了，信号来了。Faker 没有说话啊，他知道的，虽然没讲话啊。我觉得这个举动在我看来是一个超卖、超智障的举动。第一，你这边已经换赢了，所以你这边已经基本上赢一个人头了。他夹回来，你就是赢一个人头。然后你只要在这边牺牲你的生命，然后你把你的战线可以控在差不多这个位置，这两个人跟这里面这个这个输出会给你全世界。不是啊，现在就是要打出自己的操作啊，他打出来了、啊，他的操作就是卖他的队友，但他的队友把全部技能都闪掉了。那你看他过来这边之后回来，他还帮队友挡阿卡丽有没有？然后吃阿卡丽这一套，然后惊人给 Teddy 一个完美的输出机会，他们两个把他们全部杀光啊，这就是 low 啊！你怎么会叫他在这边卖呢？他会笑你不懂哎、欸，他说我在这边也挡得到，为什么要在这边挡？哎。Faker 明明就不会死啊，完美的操作啊，完美的机会。很抱歉，我没有跟 Faker 一对过。对啊，我以前的队友，我如果不站在那边，他们都会死。对啊，那所以他们都退役啦、啊，你懂了吧？那不然这样有没有好看一点？有没有比较像个鸡？你现在就做找我们组个新队，就这个回就画这样。我帮他们画一个，来吧，你的 I 血画在這裡。你就叫摩斯组一队，就。叫莫斯组个女子队好了，怎么样？然后三点水在旁边、啊。女子队，然后那个三五可以派懒猫。这一队看起来有点母汤啊。啊？有没有？你可以去打野。我这个艺术字母汤看起来厉不厉害？把母跟汤结合在一起。好了。有没有？又像 IG 又像母汤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一定被告死。但我知道格里芬是。一定是一个技术很好的队伍。是啊，这选手技术都很好，但我觉得选角偏浮夸。那你觉得他哪一个要换掉会比较好？角色啦，教练，我是说角色啦，我是说角色，角色啦，角色。